节目开始之前，请喜欢本节目的观众订阅本频道啊，点响铃铛图标。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了解世界和中国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跟现实政治的进程。你有任何问题，请及时给我留言。今天我们想谈的话题是周恩来上位的大恩人张申子和中共的建立。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周恩来逝世的这个纪念日，是吧？1976年1月8号。所以呢，这么多年来，周恩来的形象在中共国内，跟毛泽东形象啊是个对比。很多人，是可以大胆的批判毛泽东，却认为周恩来是很伟大的。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周恩来也很虚伪，更有很多人认为周恩来跟毛泽东是一伙的啊，谈不上什么伟大。所以，比如说前几年还有人有什么叫"父亲太沉重"这样的文学作品出版，啊，揭露说是周恩来的所谓私生女的问题啊。关于周恩来的女人问题，一直存在。比如说，传说他在德国还有情人，还有后代，啊，在法国，他的情人是张奚若，啊，这都是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抛弃了张奚若以后，选择了邓颖超结婚，啊，周恩来是否还有所谓同性恋情节？这些呢，因为市面上非常多的自媒体节目跟相关的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跟回忆录里有大量的揭露，我们就不想卷入了啊，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历史学，而对于一些文学的技术，我们不妨看看，仅此而已啊，因为必须得这种很隐私的记录，最珍贵的价值就是原始档案书信啊。历史史料，而不是后人的文学口述，这些是，就是所谓的口述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周恩来上位的大恩人张申府跟中共的建立，刚才我已经说了，张申府他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始人，他介绍两个人加入了党员，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朱德，所以我们可以见这个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一个是委员长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个介绍人。而且呢，张申府呢，长期的投身于革命，后来呢，在国共合作的时候，一组建黄埔军校，他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副主任，因为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同时呢，这个我们前面介绍的129运动的幕后总指挥，其实也有张申府，他当时啊代表北京大学系统。而再一点呢，是在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张申府。张申府这个人他是1893年出生，河北人。他的祖父张连是光绪29年的进士啊，1903年，应该说是比较晚的了啊，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晚清进士也出了好几个。其实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进士是1895年的进士啊，按辈分属于我的二爷啊。后来他还参加了梁启超啊、康有为他们搞的公车上书。张申府的祖父呢，是1903年才考取进士，可以说他比我二爷，1894年、95年啊，他已经是。应该说已经晚了8年9年啊。后来呢，张连就任了翰林院编修，以后
民进入民国以后，当选为国会议员。张山甫呢，中学时代是考入北平的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他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以后正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了一年多吧，对哲学不感冒，觉得更感兴趣是数学，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数理逻辑，当时都在归纳在数学，所以他就转入数学门。到1917年毕业，是以数学本科毕业的。毕业以后留校做了助教，教逻辑学跟数学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当时的西方流行的数理逻辑是数学跟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所以呢，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培养这么年轻人啊，既教数学也教逻辑，是很时髦的。1920年提升为讲师，然后呢，他曾经一度还协助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工作，李大钊是馆长，然后具体的各个部门负责人就有张申府，所以这才成了说毛泽东在张申府手下工作，这是具体由来。1920年初，张申府就参加了早期的建党工作。当时呢，中国跟法国联合办了一个里昂中法大学，1920年就把张申府应聘成功，派到了法国里昂啊中法大学教数理逻辑。然后呢，另外一个张申府就开始在海外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组织啊，介绍了周恩来跟朱德加入了中共。而且立刻与周恩来、刘青阳等几个人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这是1920年啊，当时是在共产国际的策划安排下。1923年底呢，共产国际命令张申府回国，于是张申府回国就发展共产党、发展革命。经李大钊的介绍，因为李大钊是他的顶头上司，图书馆馆长，也是中共最早建立共产党，是啊，和李大钊、陈独秀跟张申府啊，当时他们最早忽悠的是1920年成立的中共，就这么来的。经李大钊介绍呢，张申府就到了广东大学当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这个广东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孙中山当时正在广州开始筹备黄埔军校，是在共产国际跟苏联的指挥下啊，协助下开始筹办黄埔军校，于是共产国际有推荐权，就推荐了张申府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刚才我们说戴季陶，但是他基本上不到任，真正到任到场每天来工作的盯日勤的，给还包括给学生上课的，就是张申府。但是呢，因为他比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邹鲁相处不和睦，因为邹鲁当时还有一个职称是广东大学校长，而张申府是广东大学教授跟图书馆馆长，等于是邹鲁的直接下属，所以他觉得不能待了，就辞职了，离开了广州。辞职以前，他就找戴季陶谈推荐人，就推荐了自己弟子周恩来回国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然后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作为中共真正的创党啊，共产党的这个创党人，他因为对当时的党纲不满，公开提出当即提出退党，从此以后就不再参与任何共产党的活动了。然后呢，他就在济南大学、大厦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任教。1949年以后，在他的学生跟弟子周恩来的安排下，
他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啊。57年因为退党经历被划为右派，一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1986年辞世啊。他的弟弟，就是给过我非常多教诲跟帮助的北京大学老教授张岱年先生。我不止一次的跟张岱年先生问过张申府先生的晚年，逢年过节我去给张岱年先生拜年的时候，还委托他转达我对张申府先生的问候。但是呢，到86年他辞世以前，我没有见过张申府先生，因为呢，我每次去张岱年先生家，提出过说能不能拜见一下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都婉拒了啊。他说呢，张申府先生晚年喜欢清静啊，他尤其怕接受年轻人对他的采访，报界、新闻界的采访啊，谨小慎微，不想惹事儿，因为这个原因。大家知道，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三个大学者，是冯友兰、张岱年跟任继玉。正巧我都亲自认识跟接触过这三个大师，这三个大师之间是有亲属关系的啊，这是我们很多人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又不知道，什么亲属关系呢？张岱年的夫人叫冯让兰，你听这名字很接近冯友兰吧？对，她是冯友兰的堂妹啊，冯让兰。然后冯友兰的弟弟叫冯景兰。冯景兰的女儿冯中云就是任继瑜的夫人，啊，他们这三个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而且这三个张岱年、冯友兰啊、任继瑜三个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啊，长期在北京大学，后来只是任继瑜先生被毛泽东点名调到社科院，再后来被中央点名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啊。那是后话，但是实际上这三位都是北大啊，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开山祖师之一的。当然呢，北京大学哲学门还有另外一个老前辈，也是给我很多照顾和关怀的老先生，我也认识他，就是梁漱溟先生啊。我过去出版一本书《周易发生学》，就是梁漱溟先生亲自给提的书名，大家还可以在这个旧书网上或者百度上搜到，当时梁漱溟先生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是北京大学印度哲学的讲师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冯友兰、张岱年甚至啊都可以称得上是梁漱溟先生的弟子跟学生啊，因为那个时候这是历史事实。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迷恋于研究中国哲学史跟美学史，所以呢，当时这三位大师都给我写过亲笔信，我至今依然保留着。但只是我的切入点是周易哲学跟周易美学的研究。1920年2月，陈独秀、李大钊跟张申府三个人商量组建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这么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当时的党名有两个选择，第一叫共产党，第二叫社会党。然后他们就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维金斯基啊，维金斯基，他是以俄国学者的身份来访北京大学，见到了李大钊跟陈独秀、张申府，批准了他们2月份提出的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听清楚了吧？所以1920年8月，陈独秀等14个人正式在上海开会，宣布组建共产党。这是20年8月，比后来中共认可的21年7月23号建党整整早了一年，也是在上海啊。当时陈独秀任党的总书记，
总书记陈独秀就是这么来的。20年8月，这是1920年建党成立说的历史根据。张申府作为最早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共产党创建人，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在1938年以前，中共对于何时建党一直就有两种观点，20年说跟21年说。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被国民政府正式认可为合法政党，于是官方毛泽东就决定在38年举行一次建党纪念活动。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跟董必武两个人是出席了1921年7月23号建党会议的两个人之一，他们已经忘了那天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协商不能认可20年，因为20年他们俩都不在啊，跟他们没关系，只能认可21年。21年哪天呢？两个人商量就说就把7月1号，因为这一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嘛，有个容易记啊，具体是七月多少号他们都忘了，地点也忘了，只知道在上海。所以38年5月，毛泽东正式就说7月1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请注意他用了应该是这三个字。这就是后来七一中共诞生纪念日的由来。1923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的时候，邀请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到广州协助组建军队，并提出他要派一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问题。8月16号代表团的成员有四个人，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跟王宗山，这就是第一次访问苏联。回来以后他们就组建了黄埔军校。24年1月20号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地宣布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啊，中国军队，近代中国军队的诞生是党军，也就是说党卫军了啊，而不是国家军队啊，从孙中山开始。然后五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成立以后孙中山马上就宣布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这是最早的黄埔军校政治部的由来，政治教官。然后又任命甘乃光为秘书，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具体管什么？组织科、宣传科和总务科这三个科，所以就成立了黄埔军校政治部，5月25号宣告正式成立。那么成立以后，政治部主任是谁呢？戴季陶，他是政治部主任。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就是1920年共产党的14个在上海的创立人之一啊，戴季陶，国民党后来的理论家。所以我们一提到谁建的党，国民党共产党，这后来可以说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第一届建党的人里面，张申府、李大钊、陈独秀和戴季陶，他们是14个人里的四大代表。当时规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上校，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就是说所谓周恩来少将中将之说，那是靠不住的，是后来的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上校。在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感到满意，请订阅本频道。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谢谢大家观看。